就是个负心汉，您何必对他念念不忘？饰演《延禧攻略》中纯妃旁的丫鬟，心机模样让影迷恨得牙痒痒。很少人知道她其实来自台湾。一个同学介绍的一个经纪人，然后他跟我说《延禧攻略》马上要开拍了，去的时候让我试了一个楚楚可怜的角色，就最后把我定了一个心狠手辣的玉狐。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就是这一巴掌让影迷看得好爽快。来自台湾的陈默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，出道拍广告 MV 却比较少有台湾人能够记住他。陈默本人五官深邃，清秀巴掌脸，笑起来相当甜美。比起剧中古装扮相，画起细眉，扎起发髻，即使演技精湛，看到本人也很难联想在一起。是这一只表吗？对，谢谢。挥别以往在台湾默默无名，都是饰演配角。陈默坦言，接演《延禧》夯剧后，确实有许多片商开始接洽，信徒大开。记者孙颖义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